这阵是无来个哦，真侪人个消息回关哦，因为是一个观众，一个阿嬷82岁去中国佚佗，阿妹来现我个哈啊。你六公尺三，我六公三三都逼切了对无？什么五公尺三，我就六公三三啦。什么五公尺三，愈讲愈远去哦，啊无骗啊，这个代价，真侪人唔知投票嘛，投票是88.7，二票是6.43。三标七标优势啊，啊七标优势啊，应该是准啊，无准你找一个大肥的，你莫找我，伊报我的吼。四公四三开6.33就逼切了，你不要听。啊6.33嘛是逼切了，跟你讲，莫讲再提起了啦，不。对嘛是无少嘛啦，别有啦有啊，就三班就有啊。来刷落来安排这位好介绍，大家拢知影最近。王雷去福建，我笑了9年哦。早期是可能收做徒弟，最近哦，我感觉这查某囡仔13岁了，中学生，他的声线真的很像黄雨玲哦。哎，老老来找我，会使叫我教伊唱福建歌无？我该对换条件。上重要，恁查某囡出来唱歌台，功课但就爱甲旧年相像哦，会使进步，袂使退步。我甲啊，托你出来唱歌台哦，我甲教你唱福建歌。啊、他的妈妈答应我、哦、说他的功课一定不会影响他的功课，我就把他拉出来歌台，一个月里面红到惊死人、哦啊、这个台已经看百台了、哦、好不好，来个掌声鼓励鼓励，王雷的第一位学生，我们的陈凯琴小美，谢谢大家好，欢迎来给我们理事会问好，各位理事朋友记得哦，好，我跟你说的要问什么话哦，啊、我的那一代，我讲了6年了，我传给你了。祝福各位理事、老板还有朋友们，能走红修加孙平哦。对吗？对吗？讲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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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我89年出来讲，讲到2006年，我就这个版权交给你了。对，再讲一摆。能走红修加孙平哦。哎，讲讲讲讲，你是不是人？福建人，福建人嘛，还要讲福建话袂？淡薄，淡薄用福建话，哦，啊，人唱真侪福建歌，甲人讲你用你福建名叫什么？你的名？不要讲啊！讲，青菜，青菜，青菜。蛋什么？蛋我嘛知啊，蛋是嘞，蛋什么？蛋什么？蛋什么啊？绿，陈凯琴的福建是什么？蛋凯琴。蛋凯琴对。蛋凯琴。蛋凯琴，小妹妹。啊、你拍听、啊，是你的名拍听好彩，不是我的名，嘿，应该是你的名拍听。你老爸、你老母何苦你跟我无关呢？因为他是用真名，哦，妈妈说要不要跟他改，我不需要，哦，就是我这种难看的人就要改我、哦。我真的名什么名你知影未？哦，来大肥的，我一个，真侪人会听我正名。对。如果然后你这个正名，我正名无少想啊。我的名你是叫啊王雷呀，正名叫做。红衫就是我的道袍，我都知道了。对，我道袍，我道袍，对对，我的前妻啊，爱淡薄生无，无生囝嘛，爱离婚无。你是阿叔家无送你啊，不要紧，连聘金啊。哦，对，因为他今天没有意思，很辛苦。而这位淑珍大姐，哇，淑珍大姐，这个她叫淑珍大姐，以后你叫她叫大啊，叫恢复为善。你叫我愧杯嘛、嗯？他是我的前妻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嗯、你叫什么？愧布啊！哇！福建叫什么？愧布啊！愧布啦，对啊，愧布啊！愧布啦！新加坡！你买假伊啊！你这人惹到你伊啊，太多把你毒啊！我讲，真的恶骗，所以讲我该离婚就是安尼款啦。啊，小妹呢？对不？别计较婚事，你可惹太多毒王来离婚啊！对不？定爱娶伊红衫素贞来娶免聘金啊，一个送你啊，哦，出来结婚拢顺利啊。对，欢喜嘛，这个歌台唱了6天了，有什么感想？是觉得也要谢谢那些很支持我的人啊，对。真的真的感谢。对，要谢谢他们啊。真的真的要感谢，没有魔音啊，绝对没有我们。对。对不对？因为你13岁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对。哦，讲未了嘛，16岁你第3年后你去翕电影戏啊，你去翕广告啊，对不？你摊累成这样，卖帮我放未记。我打这个卡，我拿这个卡电话开清啊！你拿这叫我嘛？你叫我什么？佩佩。对啊，这摆好不？好。会使赢2000叫我袂？广告你连变啊！你看你这查某有用无？对啊。啊，把好歌献给大家，麦克风，哎，我们这些徒弟闹亏了，接得不好听啦。不会。
真的，我训练他真的很真吃力。人连我一礼拜练一摆，我逼伊一礼拜练四摆，一摆练一摆，我练六点钟，连介烧声分叫伊来练。哦，一边歌口口，一边咧教歌，头声歌这条歌就是我教的吼，叫心花乱处处。对。啊，希望最好的声啊，对对。谢祥话嘛，给快。对祥。老高那是。这嘛，什么老高啊？什么老高？对啊，讲无大无小啊，你看。安尼，我是老高，你可是老高母了。来，好走，金花乱处处，听好麦啦，讲好听，真来给他掌声。因为十三岁福建话不要讲，听伊福建歌，听了恁家做裁判，真的安尼好无？按照今年才唱个百外台，头一年了，欣赏好麦这首《金花乱处处》。谢谢。